莫名其妙散开花，往下一拉溅水花，淋得大家湿哒哒，观众看的是笑哈哈。虽然跟我的手断去，啊，不过我下等手骨得都用啦，所以我今天还是坚持要来上班。不过少一只手真的很不方便，麻烦你帮我把那只开花的伞给它用好哈。啊，对不起啦，我不知道这上面有水，遇水则发嘛，不要泄气了。啊，这把伞怎么会变冲天炮的啦？啊，就让我来把它复原吧。小子，你很故意哦。没有啦，我不敢的，这一切都只是一场误会。喂，现在又不缺水，你搞什么人造雨啊？你弄得人家全身都湿了啦。最喜欢是洗衫的啦！哎呀，啊，怎么会这样子呢？看来我要越帮越忙，贴稿的了。